袁彪奇、建独、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由著名畅销书作家陈冠仁著写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选取了朱德、贺龙、陈毅、罗荣桓、罗瑞卿、黄克诚、许世友等解放军将领，以他们的角度讲述与毛泽东从相识到共同经历革命斗争，实践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交往历史，展现了他们追随毛泽东的人生历程，记述了他们对毛泽东逐步凝结成植根于心、融入血液的真实情感。本书可以看作一部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确立并巩固的专门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是一段艰辛的历史，是一代共产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遵义会议解决的是军事路线和军事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核心地位。正是书中提到的诸位将领的拥护和支持，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才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正如罗瑞卿在听取毛泽东到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后无比兴奋地表示，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来主持军事，红军得救了。本书可以看作一部毛泽东与亲密战友们的交往史。近代中国是个藏龙卧虎、英雄辈出的年代，众多英雄最后为主席马首是瞻，固然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以及拥有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舍身忘我的理想情怀有关，但每个人又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为人处事风格迥异，要真正的把大家集中起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时，还得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我们从书中了解到，有些将领与毛泽东初始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统一，甚至有原则上的分歧，但最后都随着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相互了解，增进情谊，不断消弭隔阂，走向大同。毛泽东与战友们的交往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求解放、求幸福的奋斗历史。本书可以看作是一部凝练的中国近代军事史。由于选取的人物都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为了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他们参加甚至是指挥了中国近代大部分的重要战役。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追随与拥护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集体的领导，中国革命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这些高级将领的追随反映在军事层面上，彰显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才能。为此，朱德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大河向东流，群星参北斗。著名文学家郁达夫曾说过，没有英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体，而有了英雄却不知道崇拜和爱戴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我们还有这么多杰出的人才对他无比拥护和爱戴，这是国家之幸，也是民族之幸。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的时候提到，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今天我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途上，同样也需要树牢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要有核心掌舵引航，才能戮力同心，砥砺前行。撰文：中共党史出版社营销部副主任周伟，由原作者授权发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